比较少玩奎恩，大家不爽看啊？大家很严格，你不知道吗？观众很严格的啊。我只要一玩奎恩，就是哟奎恩；一玩凯南，也就是哟凯南。然后我都不能玩奎恩跟凯南，玩血鬼会用血鬼，玩狗头也会用狗头。大家有什么角色不会用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有快十只都有用了，狗熊哦。哎，像我就觉得，如果狗熊应该打不赢我狼人，狗熊那个吸血跟我狼人的吸血啊，不是一个水平的。不信的话，我可以试一把给你们看。我给他吸下去的，他跟我的吸血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啊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狼人一等啊，在多兰界比较强，因为我们需要那个回魔。加75分之路，有你有我。熊熊，多兰界很凶是吧？啊，看看谁比较会吸啊，吸一口漱漱看啊，来一口漱漱看啊，哇，疼啊！耶、yeah, ，怎么吸这么少呀？耶、yeah, ，好废啊，怎么吸这么少？难不成熊比较强吗？对，等等等，我们这个狼啊，跟阿木木有着一样的原则，所以我们等一下。解衣，喂啊，没有解衣，可恶，我还以为他是史丹利。你现在说感觉凶比较凶，等到五六七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六等后我的大绝更是比他强。吸奶仔。逼还一把死敌，靠赛玩游戏耶，这个蛮心机的。逼减一，单立的，不是啊，阿斯吸奶就算了，又吸奶又靠赛，这很难玩。怎么一有血的味道、啊？逛街啊。可笑啊，熊熊还敢自己塔塔里面 ，You are pathetic， 吸奶又靠赛又被单杀，夸不夸张？你们自己说，夸不夸张？不要，爸爸，爸爸不要，哎、欸，爸爸不要了，吸你一口。白痴哦，刚转好是不是？我没跳出去，我要单杀他了，我要单杀他了。不是，我刚大绝好像还没转好，好像差0.5秒，我再多拉个2秒就活了。这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，每个都在点啊。好啊，大家再点啊。哎，对哦，我要单机，我根本带 TP， 我等下再点吧。怎么痛？哭是吧？打下200-300滴。哦，他点一的、啊，所以我刚被打到那么痛，我才被秒杀的。他点一就是他没有，他折一波，他没有持续伤害，所以我们不要吃他的一就好了。警察来了，不吃不吃一，你看不吃一他就不敢打，他再也不是我的对手了。断，他妈断我 TP 的下场，就是下去。哇哈哈哈！小怪兽哦，好烂。不是啊，他点一的哦，他点一的没有中那个一就是垃圾啊，我很不想点一啊，因为上次观众叫我点一，我就很不想点啊，那就是因为只要一没中就是垃圾了，我不喜欢那样子。狗熊要跟我激烈碰撞吗？狗熊在哪？哦。对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，没了。哎、欸，快吸不起来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被点燃克制了。无脑玩法，
真的带这个传送是我的失策，明明就说好要单机的，我干嘛要带点？我干嘛带传送？我再也不要带传送。你看他现在没点就不敢跟我打，感觉怕的是这样，他就是一个点而已。不是。开西，开西西奶，好爽。我感觉我的 AD 跟辅助吵架，因为亚菲利欧就一直在下路玩自己的，然后辅助看起来不想理他。感觉剪辑又可以剪两个单例对话。那个其实很困难，他妈你要先去找别的素材，然后把那些整理起来，然后你再那个他们要相当的有心才会这么干，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啊。先打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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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队友的投资正确，我们的会战就跟鬼一样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他们还以为我会牛，我是不牛的。也不是很需要点燃吗？打一打，我们这边滚鬼啦。现在可以带线，不是比较强？你来断我，你有种就来断我，有种你就来断我，没种吗？不哭啊！是男人就来个激烈碰撞好吗？怎么我们的鱼这么废啊？147。天哪、很多人哦，很多人，我建议你不要中断。导演，你干嘛啊？我刚感觉不需要这时间啊。哎呀，人太好了，说好的自私呢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我这个装备啊，只要没有来三个人，我一个一定可以打两个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来跟我单挑了。走吧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熊会想来跟我单挑，你知道吗？不可能会赢的、他怎么可能会赢啊？就说了，我不要打团就好了，我单挑，我单挑那么强。不打团，不打，十八龙也不管掉。好了，他们等下快死了，我就故意救他们一下。要不要打？打了！被枪霸龙，去你的队友！太扯了吧，队友！被枪霸龙，心太软，真的他妈心太软。你总是心哇！他妈绝对不帮，这次绝对不帮。现在他一定会吸奶，这个人一定会吸奶，他绝对不会跟我单挑的。出阵分加惊人，他就是个垃圾啊！只是现在在看队友有没有比他更垃圾而已。我帮队友呢，我们的塔就是一座一座的无情死去。奈德利呢也不能打会战，他只能在旁边当小猫一直跳，一只鱼也没有用。不留的话我要死了。啊，攻打、啊！踢吧！看会不会有两个人来抓我吧。最好的情况就是两个人来抓我，然后我一打二，队友四打三，这样我们才会赢。就像现在这种情况。可是我没办法一打四啊！妈的！不是这种情况，我说的是一打二，一打四我肯定是没办法。队友持续逛街中，持续逛街中，666666的战机，要不要开一波？我们心太软，开一波。飞斯丢一个机器人鱼，没了。
吸起来，吸起来，吸起来！队友呢？死光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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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不要！B 减一，等你了。